对于许多退役的军人来说，退役后没有严明的纪律管束，也没有了紧急集合，不用再面对每日大量的训练，也不用顶风冒雨野战拉练了。但是这样的退役生活却使得许多战士们不适应，离开了军营大家庭，很难再见到曾经每日并肩作战的战友们，吃不上军营大锅饭的味道。即使没有了高强度的训练，心里也总是空落落的。军队的伙食不是满汉全席，但是却最是有滋有味。这里的一日三餐是最让退役军人们怀念的味道。早餐因为要面对接下来一天的高强度训练，所以战士们的早餐格外注重营养的均衡，包子、馒头、面饼、稀粥、鸡蛋、小菜，各种口味咸淡适宜，能够调和来自五湖四海各种士兵的口味。经过一上午的紧张训练，午餐是补充能量和热量的时候。午餐标配六菜一汤，荤素搭配一应俱全，各种家常菜、禽类、肉蛋奶食品。虽然食堂是大锅饭，但是和自己的战友一起吃着饭，谈天说地，一顿午饭也能吃得有滋有味。一天的训练终于过去了，高度紧绷的神经也渐渐放了下来。晚餐是为了犒劳辛苦一天的战士们，同样和午餐一样的六菜一汤，虽然菜式还是这么多，但是菜的种类却变换了。不仅如此，晚餐的菜式还会讲求根据白天所摄入的食物相搭配。看来营养所们为了战士们能够身强力壮、营养均衡，也是操了不少心的。在部队，一日三餐都是有规律的进行，吃了饭自己将自己那份盘子放在指定地方，礼貌而秩序井然。很多战士退伍后就没有了在军队里的自制力，看着自己大腹便便的身体，在感叹的同时也会不禁怀念部队的生活。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是如此呢？已经退伍的你还记得当年部队食堂大锅饭的味道吗？